我地方上嘛，我不好来是吧？我觉得真太难了。然后就给我们那个同事，我那同事是吧，先给了我一个蛋挞，我吃了我说太甜了，我不喜欢吃蛋挞，然后他就把他的饭包给我，因为我的热点好了，不要给我的饭包，如果你要再换一个可以再换，要请客的话就走不下了呀。